好、哦，主席好，大家好。叫你个呀，你先别。我今咱请次长好啦，啊，部长也无来，哎、欸，好。部长无来哈，好、哦。你今仔日有要工哈？安尼啊，部长去对敢有甲周围报告？有甲主席报告，我唔知，我代理。哦，甲主席报告呀。我想是不是今仔日无参加来啊？没有。啊，不是啊。那个啊，徐委员多虑多心了啊，部长今天有请假啊，前两天他就已经有今天的行程了，好不好？啊，谢谢主席，谅解哈。徐委员高赞，市长也是非常多的资讯可以回答您。好，谢谢。我请你了吗？我还没请你呢。啊，有请市长。主席，徐委员高赞。啊，市长好啊。是，你好，市长辛苦啦。应该的。这几天看到报纸，好像市长变成那个矛头射中的对象，没有啦，那是一种指教，希望更好。好，我在想说哈，其实市长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节目？那个我变？没有。啊，这个节目你没看过、啊？我是生活的白痴。啊，是啊，本来我演那个民间哈，在过什么游戏？在过什么生活？希望市长也可以了解一下哈。希望有这个时间。好，那他这个。我变一的时候齁，反正你根据创意啦齁，觉得很普通的东西，你用你的创意然后改变一个表现的方式齁、哦、是齁，然后让你会觉得说，诶，可以创意真好，诶，但是齁，我们教育部齁，这个就不是创意，我们教育部这个我变，从那个免学费齁到114万排付齁，到148万排付，到两个孩子以上的未来的排富多少不晓得，那到底教育部未来还会不会再变？不会，教育部做这种不断的考虑规划，最后推动，然后最后就是尊重各界的一个融合的结果。我想这是跟徐委员您报告了哈，希望您能够谅解，教育部是希望能够做到最大的公平，好、哦，所以变这个实在不敢当。但是教育部在做任何公共决策啊，都会很用心用意的考量社会的权益。市长其实是蛮有担当的啦哈，人家在骂你，你也说你全部担下来，如果有什么错你什么全部担下来。我要顾全大局啊，我倒是觉得看到市长讲这句话很有感慨啦哈。是，这是一个有担当的市长跟一个没担当的总统。哪里，我这个不敢当。怎么可以教育部有一些政策，然后呢总统一使个眼色就改变了？好、哦，包括行政院长那个复议案，也是总统一使个眼色就改变了，哦，所以呢，只要有任何的改变，只要总统有想法，就可以轻易的改变。但是呢，又都要底下的人来负担、来承担。好、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边要去正中呼吁马英九总统，真的是要痛定思痛，要自我检讨，不要老是哈、哦、把责任哈、哦、推给底下哈。好、哦，那我想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希望跟次长参考一下，也希望说次长可以去规划一下，就是12年国教哈。是，12年国教现在配套，啊，包括经费，啊，中央跟地方分担，啊，包括所有的配套的措施，啊，我记得之前部长也承诺过说，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总统会全力的支持，会把这200亿的预算用另外再加进来的方式。结果现在好像看不到这个方式了，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全部200亿全部通通中央要从地方筹措经费吗？要不要在地方负担？我们原来比如说以高雄市啊、哦，就是委员您的选区哈、哦，他们原来啊、他们足以负担的部分，譬如说定额补助啦，譬如说私立高中子的部分，因为时间有限，因为12年国教新增的，我们现在是规划由教育部来编的。市长时间有限，我现在就是说，希望市长在教育部内部再做一个整合的思考，然后跟行政院去沟通了哈。好，就说你今天要支持教育部的，你就真的要把教育部支持好。是，你不要用另外的筹措不到的经费，然后硬要去排挤到教育部其他的经费，或排挤到地方其他的经费。好，希望这个部分教育部可以好好的规划。好，那另外一个就是12年国教之外，是事实上12年国教不见得要这么冲突实施了。当时两年前啊、哦，大概有500-600个学者专家在开教育会议的时候，那个次长应该晓得，那时候的结论，99年，对，那时候的结论是先找一个县市示范，对不对？结果因为100年马英九总统要选总统，所以就仓促宣布103年全面实施。这是所以
这个是政策上其实有时候是有欠考虑。好，那另外我们再一个其他的想法就是说，主席或者主席啊，你们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考虑往下扎根。事实上，我们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现在就是往下。对，所以你包括幼稚园啊，我们事实上就是往下扎得更深。对。所以省眼国教可以考虑暂缓，不见得要马上实施。那我们把往下扎根，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我想，我们有很多弱势的孩子在起跑都输了。我们往上跟往下并重，往下把它做扎实，往下把它做扎实。只要往下做扎实，我相信往上其实没有那么急了。啊，那你不要说往下做不扎实，也急着双向要去走。事实上，这个对于我们一些弱势的孩子，他真的在幼稚园阶段就已经被拉开一段差距了。那个其实才是真正的不平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边给教育部建议，也希望说次长跟部长好好的跟我们相关的部会人员，好，再一次的研究一下。所以呢，国家很勇敢的跟马英九总统讲说，我不见得要贸然实施。我往下扎根的，我要把它做得很扎实。我想这是才是台湾真正的社会公平。谢谢。希望说次长可以跟部长跟我们教育部相关人员再做一个仔细的评估跟沟通，然后勇敢的跟总统说不，总统你错了，我勇敢的跟你讲，我想这样子台湾才有救。好，谢谢。一起一句话，报告主席，就是往上延长三年，跟往下重视优质多元评价进变的一个幼儿教育。我们会同时往下可以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可以再做。我们现在往下做扎实，才不会让孩子有很大的差距。再输在起跑点，那其实是更可怜的。谢谢我们。好，所以希望说次长学前教育也会往下要做扎实，再来讲十二年。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许。